走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商店买东西。你呢？我去上课。今天你没有课吗？上午没课，下午有两节课。你今天有什么课？上午有读学课和听力课，下午有绘画课。你在哪个班？我在100A 班。你们班有多少学生？我们班有18个学生。有几位老师？3位。你们班的教室在哪儿？在留学生楼1层。